就是这个，柚子，不是柚子来的，这个是鱼翅瓜，柚子在水果里面那边。三十八块，有没有啊？你的螃蟹是多少啊？灯笼，凯杰，这些东西是你要在斯巴沙买的。怡璇。 等一下，你可以去斯巴沙帮忙咪买东西吗？这个是叫做菱角月饼，灯笼，还有芋头。住宅饼，柚子。这边有二十块，妈妈交给你，你现在去买。拜拜。你只拿给我走这边。怡璇是一个比较内向害羞的女生，有点替她担心，因为我怕她自己进去找不到摊位，不知道买什么，她会哭。你要什么？我要柚子。这种，柚子，这个。 钱八块，其实他是一个很节俭的小孩。如果吃他的钱的话，他就要储蓄到很多。所以，比如我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帮忙我拿2块钱，把剩余的钱他要自己收。所以他这一方面我还不怎么担心啊。 慌，因为他找不到他要买的东西。不过他是一个很坚持的小孩，说他要做的东西他一定要做得到。够，缺钱吗？够吗？够吗？一个，还要吗？这些，不需要。 多块钱？嗯，努力赚。等一下，你看，我没有啊。我有这个。OK。谢谢。OK。来，你看看。OK。没得问题。OK。好。啊。 是呀，你包包两块的，还是你要这个选，你自己选吗？要这个 OK， 放在一起了。 38块。 38块，38块，你有没有啊？你的螃蟹是多少啊？灯笼，你看对面也是有啊，你的螃蟹是多少？我们其实有跟他说。 如果你不知道要买什么，还是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哪里买，你就去问摊主。可是我，因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，就是要买6样物品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会很紧张，忘记，就是我可以去求救，去问别的阿姨还是叔叔。阿姨，我们买灯笼在哪里？在外面路边哦，你走去路边那边。 什么吗？
要一起。一个灯笼。你要找一个灯笼？你要这个吗？小的，嗯，阿姨，我不可以拿那个去外边。要什么颜色？我要这个两个。一个红色。这是两个。还要买什么？一个 wrapping， 还有这个、啊，所以我看了全程，他没有哭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十分啊，我会给他八分。可以看到他独立的一面，九分吧。哎呦，来了！来，姐姐，快点。It's okay 哈。It's okay。